国贸硕一戴宇轩所带来的歌曲是游鸿明恋上另一个人。大家好，熟悉的侧脸，回头就在眼前，一分沉丢了手里烟，坠落了燃烧的岁月，让画面再接回从前，省略了昨天的昨天。后来的你好吗？有比较快乐吗？我应该高兴吗？却又说不上话。雨打湿你右边的肩，泪划过我左边的脸，这就是唯一的关联。当爱是仓促的句点，你曾是我吻过，我爱过，也想过，拥有过却错过的情人。这样太残忍，你现在总是可以保持陌生。你吻过，你爱过，也恨过，拥抱过却犯错的情人，我不能过问，没权利再问他是否对的人。谢小戴，其实你表现的是不错了，不过还是听得出来你今天的程度不比你平常的程度好，因为最主要是说这是个比赛，让你感觉是在演唱的神情上太多于有一些紧张，是实际在表现上面我可以感觉得到你在有一些拍子跟旋律跟感情上的掌握听得出来有点急促，然后再来在声音的音质上面太过于干涉干涉的情况之下呢，你在发挥那个技巧有时候就会有点吃力，那我只是提醒你，有时候上台之前暖嗓润嗓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开嗓的功夫要做到十足，你上台才能掌握到自己最好的条件，好吧，恭喜你。好，宇轩，我让你过关哈，主要是想拿你做一个例子，你是非常少见，在我们全国这么多学校非常少见的尾音歌王。好，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尾音歌王，你每一句开头都很随便，你就讲爱的女前面很随便，但是你的尾音却都处理得很好，这就证明我讲的，同学如果觉得听他唱歌觉得好听，其实他有点投机取巧哦。他前面其实没有很认真把每一个字唱好，但是他每一道尾音都会做一个漂亮的结束，所以听起来就会觉得这个同学唱歌唱得很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哦，这样子的程度，等到你更上一层楼，跟其他学校的高手竞争的时候，我就劝你前面也要好好的唱，每一句的开头都要很仔细。好，恭喜你。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来，你是一个内在感情很丰富的人。
在一个没有参赛经验的人来说，这样的表现已经是恰到好处。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耐力赛，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唱完整首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掉入陷阱，因为你的声音在后半段在副歌的时候那个控制力已经有失去那个平稳啊，比如说嗓很干涩啊，稍微那个嗓子有点沙哑啊，这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用技巧去避掉这个问题，以至于你在表现的时候可以拿到满分，好不好？恭喜你入围。统计视野，徐崇哲所带来的歌曲是王世贤的《卡塔加》。我们继续在哪？这首歌献给你们。等待你下课，陪你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伴着车铃脚踏声，阮的希望拢寄伫遐。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又快的心声。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放伫遮。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洗啊洗啊洗，洗着咱的爱，打呀打呀打，打着青春甲期待，离别的滋味掺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以国贸三乙。潘全宽所带来的歌曲是李刚林的《那女孩爱过我》。分离相切，yeah。